其实有一个概念哈，如果你展现出来的生命力胜过了癌细胞，那么你就可以把生命力从癌细胞那里拿回来，不是让癌细胞占据了人生的舞台，而是你自己把你的能量发挥出来。对，没错。那与其这样是一个比较正向积极的观点，与其我们花很多的力气去受苦、去折磨、去打击癌细胞，我觉得倒不如把癌细胞的能量拿回到自己身上来。所以我觉得对彩云来讲，刚提到蛮感动，在先生往生之后，可能有很长一段时间是有点悲伤啦，有点找不到方向啊，因为听说先生对你很好。对，没错。我每次画的画都是他帮我落盘的时候的那个诗句要怎么写，都是他想的。对，所以我觉得你这个癌症应该是在先生往生之后，在短暂的时间之内还找不到自己的方向。是啊。对，然后也是对他的怀念跟悲伤。对。对，但是你现在这样应该过得很好。我现在过得很好。我说你先生应该过得很好。应该很好。我现在已经去交自己的女朋友了，所以赶快把他放下来。对，他是他，我是我，不一样。哦，所以你还是要把自己过得好。对对。嗯，好，那身为一个男友哈，有没有什么东西想跟很多在生命中的人怎么样来勉励他？因为你说之前你并不能走路，因为转到腰椎骨头，转到骨头就是这个胸肋骨。哎，对，我的手也没办法举，而且我那个脖子都断了，还脖子断了，现在让我吓一跳，我那个脖子断到你。对啊，我还用那个颈圈哦，对，在台大医院帮我弄的，所以我今天脖子才可以这样子，不然的话我的脖子就像驼背一样的，没办法。所以你看到我现在侧面也看不出来，是啊、看不出来我穿的背架没有，我都没有，都没有。所以那个时候连吃饭也没办法吃，喝水也没办法喝水。然后呢，我真的讲，我还是靠我自己，是一定要靠，因为我那个时候我有一个愿望，就是说我一定要好起来，而且我还要继续教人家画图。我有这个愿望，只要我好起来的话，好，我们今年是因为五月要办男友回娘家，五月几号？17到19，徐氏会在现场哈，这个邀请全世界的癌友，那五月17到19来到我们的赛斯村啊，那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们请彩云来引导大家来认识一些国画的基本的技巧或基本的一些创作的理念。对，还是学画几年了？哦，我差不多，我从小就一直画，画到现在，所以也60-70年了。哎，对，哇！我从小就是画，是吗？我从小就不会画。是，那你为什么想勉励那些生病的人？嗯，我是觉得我们生病真的不要把自己当成说我生病了，你就是要想说，我没有生病，我要靠我自己好起来，好了以后我要怎么去贡献社会，我是这么的想法。我不知道我这么想对不对啊。而且我觉得我这个信心这个信念还不错，真的是可以创造实相，真的。因为我想有点真的讲是心想事成，像我今天下雨，我心里想哇下雨怎么办？等到我来的时候就没雨，这不就是心想事成吗？对不对？我每次要去看医生的时候都是好天气，都没下雨，对，所以上天很疼我，我周遭的朋友都很疼我，所以这么大家都这么疼我，我怎么可以走呢？对不对？因为一定要继续强下去哈，让同学有这个创作的动力。好，我们不能没有你，好不好？好，谢谢。